平均发表了新游戏。卡牌游戏斗智不斗力，棋盘式特殊玩法，这是置冠新游戏。跨海参展 China Joe 一口气推出三款游戏，除了卡牌手游，还有武侠风。东南亚华人市场都能够了解，台湾也有自制的产品，企业的这个展览里面展示出来，我想这个很重要。所以今年我们有大概有三套的这个手游产品会来寻求这个买主。携手中国大厂置冠取得游戏代理权，不只玩 GAN 还要结合影视娱乐。展场跑透的王俊博看到 VR 庞大商机，规划旗下经典游戏要摇身一变结合 VR 体验，我们给他一个完全新的视觉感受跟游戏剧情的一个变化。那我们回去以后我们准备做这样的切入，就是我们可能会针对单机跟 VR 这一块呢，我们会做出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积极性的一个尝试。就是要武侠，台场前进 China 就展出热门游戏，包含大禹资、玉泉以及乐声通通参展，联合设立台湾馆，博龙头置冠独立参展。而王俊博强调要发扬台客文化，当然所谓的台客文化其实是应该叫做本土化吧，因为其实现在台湾的年轻人跟过去的这个思维已经不一样了，所以如何把我们这些游戏娱乐的东西能够融入他们的思想里面，融入他们喜欢的这样一个情节。置冠近年积极转型，从通路经营、游戏研发到现在进攻第三方支付，王俊博透露携手全球大公司研发，明年推出一套世界级游戏，要证明没有不景气，只有不努力。三立新闻许荣超、吴凯中上海采访报道。